大摸摸，你瞅瞅呀，你的宠物，要不然你的窝头吃完了。看一眼吧，宝儿。啊，咱看一眼那个窝头。哎，宝儿，瞅一眼那窝头呢。啊，窝头就剩一半了，我看着像啊，不知道是一小半还是一大半。宝啊，你瞅一眼呢，宝啊，好不好？哎呀，萌兰，啊，拿东西，现场人。我看看他拿什么了啊？哎，看看他拿什么了啊？咱们看一看。哎，时间到了，咱们要走了，接力继续啊！大家不用离开。时间到了，往里走。保持安静啊！保持安静啊！大家保持。哎，我那找奶爸去了，能看清吗？乌鸦哭抬跑了。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阿三的波波间啊。咱们看看啊，然后奶爸正在找啊。对，那个窝头被乌鸦给吃了啊，乌鸦夫妇，然后一起把萌兰的窝头给吃了，给抬走了。然后奶爸就出来看看啊。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阿三的波波间。然后咱们喜欢萌兰、喜欢熊猫的，可以给阿三点关注啊。然后阿三是周一到周日，每天都是早晨开园来，闭园走，然后带大家看萌兰、看熊猫。咱们周六日的时候会有小伙伴过来帮忙啊，今天就是三个人过来帮忙。奶爸是找不到啊。我们小萌兰真是聪明啊，真是聪明。然后那个窝窝头被叼走了，还知道去找奶爸去告状啊。然后奶爸还出来，然后找也没有找到，因为是被乌鸦给偷吃了啊。时间到了，走。